然后我其实在剧组经常碰到王阳老师，见识。王阳老师，我听听他说什么。哦，是剧组的健身卷王啊啊！我就是，我那叫运动，不叫健身啊，就是还是以做有氧为主，就是保持一个轻盈。轻盈，轻盈，轻盈。别往下坠，就是你的精神状态好，你会自信。明白。就是如果您看见别的演员最近的这个状态有点需要调整，您会给他一些建议吗？没有。宋轶是真是不健身呀。我知道他不健身。那我现在开始健身了。你现在开始健了。就是感受到了地心引力。但是健身之后有很多快乐的感觉。是的，是。关键咱们王阳老师自个儿他肯定不说。你听说过什么？他在那个剧组里头，就是非让人健身的那种，就是说人家本来也没必要，他非得过来说，你看怎么回事？年轻人能这个样子吗？要过来就揉你肩膀，说你最近这不行啊，就是类似这样的。我又不是邵刚老师，别说邵刚老师。